今天太忙了，最近这几天我估计我都挺忙的。今天光在那里选软装了，明天还要去算风水，后天还要去盘点，我想想就好痛苦啊。没有，在弄软装，涂鸦口红。开店好难哦，没开过店，第一次开，感觉好多事儿等着我。我还没开业呢，怎么找店长？找不了店长，得开业之后再说。道具的事儿得周一才能整了，新买的道具在路上，昨天刚买的，还没到。然后昨天晚上下了播之后，光在做图了，就光做图了，我没，啥也没干。昨天做了一个图，给你们看看。这个图你们知道有什么用吗？你知道这个图有什么用吗？今天鼻炎比较严重，有点鼻子不通气儿。还是有聪明人的，当设备用的。我做了一个跟设备一样大小的一个图，是我画的，然后就这样一挡。到时候我把那个卖的支架买一个高一点的卖，然后这么一挡，然后掏耳朵的话就直接这样掏。我太聪明了，我是个聪明人，我太聪明了。然后我就把麦放出去，放到这里。这样的话，大家就可以虽然看不到麦，但是能看到类似的。然后我在这里掏耳朵，什么都能搞。我换了好几个，但是最后选的是那一个。一开始换了个这样的，但是感觉耳朵有点长，然后太复杂。我就画了一个这样的，感觉还是有点复杂，耳朵太小了，我就又重新画，我就画成这样的，然后太大了，然后又画成一个这样的，画了好多，然后画了个这样的，本来想做一个动图一点的，但是。还有个这样的，我本来想做动图，但是动图做完之后就变成了黑屏，就好难受啊，那就没办法了。
本来想做一个动图的，但动图实在是，它后边是黑的。画的，我自己画的，一点点画的，画了好久。谢谢黑蛇。不会找。不会改，改的要改还得花钱，转格式花钱，我就没整。新买了很多道具，在路上，等那个到了之后，再给你整新道具。买了很多。到时候到了，我给你找。这种都助眠道具都很便宜，没有贵的。看了一下那个叫什么沙漏小哥，认真的进修了一番。你说到时候这个麦能露出来之后，把它这么一挡，你看这么一挡，然后是不是更好了？就如果这个是个麦的话，这样一挡，然后到时候这么掏耳朵啊，整着的那种，我感觉会比现在更好一点。以前露麦的时候也是会把人挡住一些的，以前露麦基本上是这样，这个样子，然后就这样。谢谢哥哥。对，我贴了精灵耳，你怎么知道？好聪明。谢谢哥哥的三本书。就是以前露麦也是这样的，会挡住一点。到时候落入麦之后就这样。到时候大家不仅上耳朵上有种舒服的感觉，视觉上也会得到一定的满足。是吧？我也觉得录麦好，所以我昨天做了一宿的图，光做这个遮挡图了。戴眼镜行吗？
今天实在是，我今天起来时候我的发型也好丑，我就。就会扎起来。嗯，音频是永久更新吗？不算是。嗯，我退网那天就不更了。我七老八十的时候就不更了。音频有福利吗？你说什么是福利呢？哦，谢谢胖鹏鱼哥哥的守护，谢谢。就是擦边的那种福利没有，宝贝。我是不擦边主播。只是说和直播间的音。道具不一样，但是不擦边，例如什么口腔音什么的，心跳音啊，剧情小剧情啊之类的。不是学渣呀，我上学的时候学习很好啊。等一下，我拿下道具啊。不着他。呀，谢谢哥哥，谢谢哥又两本书，成为朋友。晚上任务不挂出来了，今天是不想圈钱的一天。你们想刷，我非常开心，你们不刷也没有关系。我今天是不想圈钱的一天。
昨天跟大家聊了一下天，大家说那个想听，就是我不想再老是一个节目播到死，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想随机播点别的东西，冷门一点的，让大家接触更多的助眠的道具，不要老是沉迷在那几个道具中。所以今天我没打算那个播指定的内容。明天是苏博，这个衣服是有熊熊的，看不见。今天有宝藏任务，但是我没想着过。对，这个背景好久没有听了。那个都断掉了，那个都断成这样了。这个也断了，找回曾经的自己，所以要把这些道具重新拿起来。大家给我一点适应的时间，有点手势。拿道具啊！嘿，姐妹。到了会有更多的，现在没有那么多，先将就一下，下周一应该就可以了。哦，下周二。
是好久没整了。今天主要是以触碰音为主的一个随机道具，道具内容基本和之前的内容不重复，大家先感受一下，因为你们听我以前的内容，我感觉有点腻了，我想给你们弄点新的，也是我以前播的道具，好久没碰了。喜欢可以点一下订阅，下周一呢，我们会以一个全新的方式跟大家见面。我昨天做了一个遮挡图，以后我的麦克风就放在这里，让大家更好的去看我的手法和操作的感觉。下周，因为，快递还没到。下周二。因为下周一应该是到货了。因为这样你们看不见，但是放上来就看得见了。音小放大一点，你们休想吃我家狗狗下的蛋。你们休想吃我家狗狗下的蛋。草莓熊，有病是不是啊？有病是不是啊？
我没有整容，我就是换个发型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今天我们来一些新的，因为你们，谢谢胖鲈鱼的告白气球。喂，好什么？谢谢啊，谢谢哥哥。妆花了，涂的粉太多了，刚才戴眼镜的时候蹭掉了，有点尴尬，我还以为是我屏幕脏了呢。Thank you.